有个臭宝的火鸡果养的不哇塞了，寄给咱了，先开开看看什么情况。关于寄养呢，给大家要说一下哈，很多话说老花姨我如何找你寄养啊，你可以联系我们店铺的客服，这个是免费的哈，寄养是不要钱的，但是来回的快递费呢是需要自己出，养死了不赔，能理解的话呢就可以联系一下好吧。也有很多臭宝老是问怎么寄养，你发一些个留言也可以的，我们只要看到都会主动联系大家的哈，好吧。先开箱，你看这刚一打开呢，你看这些叶子啊，只要出现了这种发黑的一个状态啊，就说明什么呢，水大闷根通风畅。打开看一下根系，找个剪刀，你看这个花友寄过来到现在这个水还这么多呢，还好多水啊，臭宝。这个养花不是说你浇的水越多就活得越好，你要适可而止，要干湿循环。很多臭宝理解不了干湿循环，这个东西很好理解，就跟人喝水一样，渴了再喝，不渴别喝。这些个果已经全部保不住了啊，咱们就全部给它剪掉，好吧？我剪开看看，这个是不是嘎了呀？这一根，这一根嘎了，这根呢？也嘎了，这根嘎了，这根嘎了，哎，这个还没嘎，这个嘎了，哎，这你看这个位置，它是这种黄色的，你看这个接口这个位置呢是有绿色的，你看这种黄色的这个就已经干枯了，就没希望了，哎，这个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，剪，先重剪。有的臭宝会说，老花姨你也没争取一下人家同意你就剪了，你这个问哪个养盆景的也是，他主要是盆景只要是不好他就是修剪，剪了再长新的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明白吗臭宝？你话说老花你给你剪了能活吗？我剪了不一定能活，但是不剪他是绝对活不了了已经，明白吗臭宝？你看剪下来了这个位置，这个切口，这一根都死了啊，虽然说有的话说有点绿叶，有点绿叶，你看剪开里边它已经，里边已经烂了，里边，啊，没有绿的了，所以说先剪，哎，这个，我这剪的还算轻的呢，你要让一些个养盆景的大神，都给你剪没了。留个叶吧，那都给它种剪了，种剪之后呢咱们就研究一下根部是不是已经烂根了，其实也可以先研究根，检查一下这个土没什么问题，这种沙壤土是完全可以的，咱们就不破坏这个根系了，里边的根也发黑了，根发黑了就给它洗根换土了。你们浇的水多了，这个根全部都烂了，它并不是说你浇的水越多它根系长得会越好，花耳梅这个是矛盾的问题哈。哎，重新种，用纯颗粒啊，我这个用的是纯火山岩，就是纯颗粒了，把这个根里边全部给它剔干净。纯颗粒啊，纯颗粒是利于发根的花友，就是你们养一些个生桩，或者是有了这种老桩类的，有了这个很严重的病害，都可以用生桩养护方法，就是这个纯颗粒的引根方法去弄它。不用土，氧气就是最好的生根剂，明白吧？不要用土，用土的话，它闷，它不长。像那种老桩类型的，按照这个方法妥妥的，就没什么大问题。再试一下，这个时期呢，咱们就要给它配药了，急需老花姨的三板斧，生根液，生根液是必须的，刺激发根，往这个里面加，
往这个桶里面加，大概是1000倍左右的比例。二煤磷也是1000倍左右的比例。小黄二号杀菌的也是大概1000倍左右的比例。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，把这个泡进去啊。这个叫浸盆法，就是好多的话说老话，因为我浇水浇不透，你浇水浇不透的兔宝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给它泡一下，其余的水呢还可以往上面淋一下。你看超级透水。到了这时候呢，要给大家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了，就是不要施肥，先不要施肥，等它发了芽子再去施肥，晚不了。有的话说老话，你这样的时间长，你不用管时间长一短，先让它活下来。很多的话连活都没活呢，你就想时间长，先活下来再说。真等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它只要是长起来叶子了，咱们往水里面加一些肥料，等叶子长好了，根系长好了，咱们再重新种，那就 OK 了。你就在这里边只要是跟上水肥，它也一样 OK 的。光照可以给，不要暴晒，要保湿，上面还要保湿呢。我是准备把它放到我们前面那个大棚里面去，那大棚里面湿度常年是在85%以上的，85度的湿度，那就很花晒了。光照该给的给，这个没事，不怕晒，就是别暴晒就行了。很多的花友这样操纵完以后一点光照都不给，那是纯属耍流氓。该给的给，但是空气湿度要高，没有什么空气湿度你就得套袋子，明白了吗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也希望这位花友的火鸡果早日康复。再给花友们说一遍，浇水摸一摸盆土，不干就别老浇， OK 吗？好了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了臭宝。嘿嘿嘿嘿。